喂喂，听得见吗？我一直都奇怪，在任何电商平台搜索掌机，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价格在100左右，各种花里胡哨的。于是我就很好奇啊，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鬼物？看看这个，灵活摇杆，系统不卡顿，画面清晰不伤眼，好家伙，五大模拟器还能连电视，看得我都心动了，价格只要99，于是我很快就搞了一台。拿到快递我就懵了，尼玛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包装盒是打开的，东西也真是有够环保，一根连上电视画质 CP 的 AV 线，一根充电线，然后再加上游戏机本体和一个说明书，这就完了。拿着游戏机，我人都傻了，我日哦，屏幕上全是划痕，屏幕里面还有一粒大灰尘和一根毛，我不是买的全新的吗？怎么跟个二手的一样？游戏机正面有摇杆和方向键，六个功能键，选择开始和 home 键，一块3.1寸的屏幕，左边有一个电源开关，右边有个音量旋钮，上方有充电口和一个 TF 卡槽，还有一个视频线接口，背面只有一个喇叭，整体拿起来轻飘飘的，你说它是空盒子我都信。我们先来开个机吧。啊，这又是这个熟悉的在一起界面，说真的让我有点意外，用的竟然不是阴阳屏，就是那种左眼和右眼看到的颜色不一样，看几秒眼睛就会疼的屏幕。不过这个屏幕也是死的可以，时不时就会有竖纹，画面颜色也巨大街，不是阴阳屏甚是阴阳屏。我们先来玩个魂斗罗，一上手我就有点懵了，我日哦，音效垃圾也就算了，连个 FC 游戏都卡，更离谱的是 X 是攻击 Y 是跳跃，这样垂直的按键排列，我的妈耶，这些人脑壳是有屎吗？怎么想出这个设计来的？再试一下冒险的，游戏稍微流畅了一些，但是这次按键又反过来了，有些再玩一下 SFC 也是卡的可以，根本没法玩，我感觉它这个按键简直就像随机的一样。还有我明明是玩的单人游戏，怎么变成双人了？哎，这玩意才99，就放过它了。再来试一下机边，哎，明显一卡一卡的，试下能不能存档。嗯，果然不行。我记得我小学时候那台 PMP， 哎，就是山寨 PSP 嘛，也是 GBA 不能存档，没想到现在掌机还是不能存档，但我那台 PMP 最起码 GBA 是完全流畅的，这连 GBA 都玩不好，尼玛还倒退了，我靠。我发现这机器里面所有的游戏只有少数 FC 游戏能60帧和开始界面几个游戏比较流畅以外，其他游戏都肉眼可见的卡顿，还有很多游戏直接就玩不了。垃圾！妈的 ，FC 都玩不好的掌机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还玩个鸡脖？如果谁能找出同价位还有比这玩意还垃圾的机器，我自己吃了它，满意了吧？最让我无语的就是这个机器太与时俱进，它居然是带防沉迷系统，你可以设置只玩一分钟就自动关机。老子又不是未成年人，这个功能真的让我感到很迷惑，我已经不想测了，这东西没有任何玩的价值，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垃圾，一个不适合玩游戏的游戏机，我真的感到很愤怒，这些厂商良心何在？这种东西拿出来卖应该是犯法的，这和诈骗有什么区别？包装盒上一个中文都没有，估计是出口没人要又转内销的东西，我好奇究竟是什么人会买这种东西。嗯，果然基本都是些图便宜的人，看得我都心动了，价格只要99，价格只要99。
啊，原来就是我自己，我还不如用买这玩意儿的钱去吃几顿烧烤。哎，我真的感到很悲伤，都现在了，网上居然还能充斥着这些垃圾玩意儿，这酷孩、小霸王、霸王小子，真的就是没有感情的拉屎机器，只管拉，卖掉一个算一个。这么多年了，这种东西还能退步，我是真的没想到。我只想说，带着你们的垃圾滚出中国。很多人都说看电脑机就是电子垃圾，我是不怎么赞同的，因为我知道市面上还有许多更加垃圾的东西存在。瞎眼屏不能换游戏的 FC 掌机，这样 CPU 屏幕又烂的掌机，奇丑无比、笨重、屏幕质量差、还卖死贵的插卡掌机，粘在 PSP 外形的 MP4，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不禁在思考，这些在我小学时代就本应该淘汰的电子产品，为何现在还能在网上混得风生水起？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其实买这些产品的人都是因为所获取信息不足的受害者，他们只不过是想要一台便宜又好用的掌机罢了，都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大声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有多么的恶心。这些想后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，于是就有了这期视频。而只要你们给我这期视频点个小小的3连加关注，也就算是给这项伟大的事业添砖加瓦。相信我，你也可以变成我。